阿比松画廊在屏东是第一家专业画廊，我们在这里经营了大约5年的时间。这一次的展览以吕龙琛老师的作品为主，吕龙琛老师他也是在地的艺术家，也留下了很多作品让我们在地的艺术家还有藏家来做欣赏。这一张的作品如果远看你会看到就像那种你在维也纳的一个歌剧院里面去看一场大型的演奏会，它是以抽象表现主义的那种手法来呈现。在这一个画面里面你会看到有指挥，有前面的这一些演奏者，这张画完完全全呈现了交响乐团的那种大气，而且它在上面漂浮了很多音乐乐章在上面，所以你会觉得这一张的气势非常磅礴，而且非常耐人寻味的一张作品。接着这一张作品向艺术家就斯特拉文斯基致敬，是一个俄罗斯的一个音乐家。你会看到这一张的作品非常有力量，你会有看到一只手拿了一把小提琴在这边，那种弓的拉力会在上面弹出来的音符飘扬在空中，颜色就代表他的心情非常愉悦。所以这张作品是也是吕龙琛老师的一张经典作品。